三尾是生虾吗？对，野生的海草虾。我们要生吃它吗？没有，等一下会帮你上炉子，然后焖四分钟就可以。哦，我们用焖制的，下面铺的那一层是什么？海盐，然后里面看得到的应该是八角跟花椒。哦，所以会有一个香味，有一个香气，对。哇哦，好期待这个！厉害，真厉害！我们还有那一道，小章鱼，小章鱼，一人一尾，一人一尾哦。大手笔，这个是怎么做法？直接用我们的鱼露清蒸，冲上面泼点热油，这样子而已。其实做海鲜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就是火候拿捏恰到好处，这样子。嗯，好新鲜哦，小鲳鱼是吗？嗯，对，它肉很细。嗯，它肉很细，它刺吗？这个有刺吗？刺其实不多，哦，就是台湾海峡抓的，台湾海峡抓的，对，西北方，然后跟螃蟹是同地点，有时候我们抓螃蟹会抓到这个鱼。可以万里白鲳吗？啊，也可以这样讲，万里白鲳。现在已经闻到它的那个虾的味道，哇，好香哦！你说这是什么虾？用什么虾去烤？哦，野生的海草虾，头部的膏都可以享用，精华。对，那如果养殖的话，就尽量避免。太烫吗？还好，还是很烫。你不敢抓活的，但你蛮会抓。料头料理后的海鲜。是的。虾子肥不肥，就看它的。脖子这个啊，脖子这里，哦，看脖子啊，哦，这你也懂啊，真的很好，哇，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吃，竹喜，哦，这边有蛋呢，你有蛋，哎，你的有蛋，哎，你的有哎，哇，有 ，lucky lucky， 那个是蛋，那个头可以把它掀开，从那个上下，从那个尖角那边，哇，好 Q 弹的虾子，好吃，它的蛋竟然是鲜甜到真的是带甜的味道，对，真的新鲜的海味应该是这种感觉，没错的，真的是鲜甜，鲜甜，真的就是鲜甜。哦，这个肉好棒，嗯，所以他不想讲话了，对，满足，你螃蟹还没开始呢，嗯。还没开始表演，我很期待看你吃螃蟹。对啊，螃蟹要工具吗？不用，因为它们腿是软的。对，不用啊。好破哎，然后这虾大到咬下去，我牙齿很好啊，这很厉害哇！还是拿是钳子给他吧。钳子我会觉得压得太过重。哦，这有讲究是吗？让肉糊掉。对，肉糊掉，像这样子就糊掉。这也不能全部喷给摄影师。好厉害！我根本不会吃螃蟹。但你吃有吃到肉吗？有啊，我吃壳比肉多。对啊，我每次都会吃到嘎嘎嘎，然后咬到一堆壳这样。他很会吃啊，专业的，真的专业。哇，一点都不放过。哇，好会吃。嗯，好吃好吃好吃哦，好吃。因为它的脚部分其实可以用吸管的方式吃。哦，吸管。你先把它两头把它拔掉。哦，然后就这样吸出来了。对，吸出来，两头开掉了，吸出来。哎，那是它筋膜不是？对。有没有？哇，有啊，可以耶，因为它够新鲜。哇，好吧，螃蟹是用吸的啊，就吃螃蟹，我吃面包吧，有什么了不起？Just a little, take just a little. Do you walk across the floor and back to me? 谢谢阿哲，谢谢，谢谢，吃太饱了，吃太饱，开始想，开始困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其实从他身上学到很多有关渔船行业的这个一些相关知识，嗯，哦，体验到了一些渔工的辛苦，真的很辛苦，待在船上的工作。真的能够在海上讨生活的才是真男人，但是能够把家族事业发扬光大的更是厉害，是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的，谢谢你的招待，谢谢你的指导，这样子。那，你觉得我们现在要离开，你觉得基隆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地方可以推荐给我们？我觉得我对方那边它有早期采矿的一些景点啊，一些工作采矿，你怎么不去当我们节目的企划？你很会想，不，我正还想说，我们这一次你来还蛮幸运的，我们只有下海，
我们没有上山，没想到我们现在就要上山了。对啊，对。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基隆的一个早期的文化，是吗？是，好不好？那好，我们去体验一下早期矿工的这个工作。对，谢谢阿哲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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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带我们跟家人问好，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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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上车 ，Go Go。九份应该都有来过吗？有啊，九份老街都来，外国人来都一定会想要去九份吧？真的、哦，我这边拍戏蛮多次的，然后如果自己去玩，就是去吃藕泥。藕泥，对对。我喜欢在这种天气去那边喝茶，啊，喝茶很好，嗯，舒服。哦，很多观光客哦，这里是九份车站吧？对，瑞芳车站，对。好像去九份是来这里，然后我会租摩托车，再骑到这是个老街那里。哎、哦，那他们放天灯是在这里吗？火车站天灯是火车轨那边？不是这里，好像是平溪吧？十分对，平溪、哦、那个在附近的一座山。OK， 哇，这个铁道都真的很勾炸了，龙潭隧道的，真的都会有上百年的历史。这很适合拍一些电影啊，对。然后南非有矿场，南非矿场超多哎、欸，真的、哦。其实约翰尼斯堡存在是因为黄金，哦，对啊，那里黄金很多。然后南非有一个黄金算博物馆，然后它也是那种娱乐设施的那种公园，像六福村那样。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地方是你如果可以拿起这块黄金，你就可以带回家。拿起的，它是一大块黄金，对对对，然后在一个箱子里，然后有几个洞，你可以抬起来，你就可以带回家。还没有人过关，他应该算过吧？对吧？几公斤啊？我不知道哎，一大块黄金，然后999.9的那个。哇，对哦。南非其实地底下很丰富，很多东西，钻石矿。也产油很多。然后北部比较有名的矿场应该就金瓜石。我们才爬上来没多久，已经很高了。你看那个山，我已经有小耳鸣，真的哦。真的漂亮，你看，我们回头看一下，顺便休息一下哈。好漂亮哦！哦，这个景正点，哎，这边没有捷径吗？不想再爬，要多高啊？而且我们还是没有看到那个纸招牌，还没有看到那个，还没到目的地。对啊，招牌都没看到，还没。对。啊，好久好久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屁股好酸哦。啊。真的还有这个金矿这种，对，走吧，进去吧。哎、欸，这里应该有在卖票，应该就这了。还哎，这什么？矿车是吧？矿车。哎、欸，可以推，对，还是可以动，可以动哎。这早期的这矿车啊，真的可以推吗？哎、欸，这早期的矿车是吗？你试试看，一个人推，可以吗？是把那个什么金啊什么的放里面，是不是？对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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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？哎、哦，哎、欸，好，到底。哎、欸，你好。你好，是老板吗？你好，对。你好，哎、欸，老板这么年轻哦、喔。你好。哦，你好，我是李李仁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谢小姐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肯纳。你好，你好。这边是金矿博物馆，这是属于私人的博物馆。是，这个博物馆是我外公他用他的积蓄，然后把我们的主厝改成一间博物馆。哦，那所以外公本身应该以前就是从事这。对，我们家三代都是矿工。矿工。挖金矿的。
九份这边的话是金银矿哦，我们的黄金是金银共生矿，所以呢，黄金的颜色非常的多变，对，就是跟你们平常一看到的不太一样。不太一样。对，这矿石都是当地的。都是当地的，都是我的祖父辈们他们那时候当矿工留下来的。留下来的。还有螃蟹的哦，螃蟹大块的话可以结到像螃蟹一样，这一颗就非常的特别。有哎、欸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香功很好，怎么香上去的？它是天然香。对，这是大自然。这我外公都会说，这个是大自然的奥妙嘛。好厉害哦！这是块金嘛？对，它其实九份的黄金，它有一个特色，它是长在石头里面。嗯。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哦，它是直接被塞进去石头里面。哦。现在我们是剖面图哦，它还有厚度的。以前这样子一小块啊，家里可以吃一个月的。那怎么把它取出来呢？我们楼上的话会有一套过程呢，从阿公的手上把它传下来，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把这样的石头变成酷、哦嗯哦、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方铁矿石，它是鱼人金，因为它是铁矿哦，但是在太阳底下照射，很多人会以为它是黄金，因为闪闪发光嘛。愚人金什么？要骗人对不对？愚人节，愚人金，没错。黄金的话是不规则的，不会长成像这样。刚刚有跟大家说，就是我们这边是金银共生矿，对。所以呢，一般大家都知道黄金是金色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九份的黄金我们有黑色。黑色的，有没有看到上面凸出来像老鹰形状的？有没有？这是金哦，它是黄金哦，它整块都是黄金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是因为我们是金银共生嘛。那黄金跟白银在空气里面，黄金不会变色。白银会，所有的黄金都是这样在石头里面哦，一点点一点点这样。应该是说九份的黄金啊，那像其他国家的话，会有一些是砂质的、啊，像如果有看 Discovery 的话，啊、砂质 对, 對、哦，它会在砂质里面，然后他们会抽砂出来做用洗矿机去洗，他们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一种形态。那刚好我们这里的形态是这个样子，嗯、台湾95%以上的黄金都在九份跟金瓜石出产。哇，好，那我们开始，我们慢慢去体验吗？好，好吧，体验我们的矿工生活。走吧 ，Go。是要去矿场哦。对，它是一个露天的矿场。露天的矿场。对，那也是我们整个拉开九份跟金瓜石黄金传奇的一个序幕。哦，就一切都是从那边开始的。没错，好吧，我们等一下要去的那个露天的矿场叫做小金瓜露头。小金瓜露头。那这个季节来刚好是我们这个叫芒草花盛开的季节，所以对整片都会是芒草花。这个就是茶壶山，很像这个茶壶。哦，有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它其实是火山，露天矿场很可爱。它为什么叫小金瓜？是因为它以前就是长得像南瓜一样，所以叫小金瓜露头。哦，小金瓜。然后它现在因为被开凿嘛，所以它现在长得像河马。哦，河马。河马，所以叫河马山，大家就是叫。河马的小耳朵。没错。哦。这个角度看。啊，这个角度有点像，对对对。很可爱吧？看到整个盘，这已经不像河马最高顶了，那个是不是都是河马？不是，这应该是表层岩石，表层挖开来，下面应该都是一些矿物。哦，小钱，那个黑黑的都是已经是那个煤矿吗？它不是，它这个都是火山脉上的痕迹。哦，它的岩石都是火山岩的部分。矿场就是在这边开始。对，你现在看到那上面的小洞啊，其实都是以前开凿的痕迹。哦，已经没有了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没有在挖了。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就要在这边感受一下他们工作的劳力。好，那我们要去哪里挖？就上面这边挖。对，我们就上面这边就可以了。这挖石头还是挖地下的？我们就在地上就可以了。啊，在地上哦，自然垂落的就可以了。不要去挖岩石啊，不要去破坏这个地方的地貌。我们挖下来的东西，你可以帮我们推算谁的那个含的矿物比较多吗？可以啊，真的、喔？怎么看呢、啊？要比赛了吗？对啊，就一直挖，挖个半篮嘛。所以怎么挖呢？所以要怎么看？看不太懂。对啊。这里教大家一个最
简单的方法哦。我们的矿石它因为含有矿物，对，所以它的密度会比一般石头大。最简单的方法，你把石头拿起来称称看，哎，这个石头比较重，可能就会有矿物体。石头大颗的都比较重啊，丽玛。没有，你们体验一下，那个有矿物的石头真的比较重哦。哇。这个风吹到我快站不住了，这风好冷，这风好冷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所以对啊，看它的重，这一样重哦，这个篮子这样飞了，太难了，这风很大，这风很大，拿块石头压着。我们差不多，有比较重的吗？对啊，感觉就一样重啊。这两颗石头，你们来比较一下。哦，你看石头都压不住，石头都压不住啊！跟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个是有重的，然后这个是不重的。哦，这个好重。没有啦，我不能比较不出来。这个很重吧？哇，有吗？有一点。比较一下。有一点，它又比较扎实。哦，比较沉啊。对，比较沉。这个地方比较沉。我比较沉，但它是不是因为体积比较大？没有，它体积其实差不多的。差不，那所以要敲开看吗？还是？等一下有家庭。不要拍我。我根本不知道我在捡什么。黄金给你捡都不会。我没有。对。我没有目标啊。我们先挑比较，就是拿起来比较沉的石头，然后我们再来做分解。来来来。有点沉的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而且很滑。哎，这个风真的不小心把人家吹倒啊！对啊，所以矿工其实是很危险啊，好冷哦！哎，我们一人赶快掏挖一篮走了，随便拿，赶快我们一人赶快拿挖一篮就走了。好冷，真的好冷哇！哇塞，户外的矿场是这样子哦，而且我都觉得差不多重，超冷的，这样也不是，这也不是，也不是这样。嘿，这个就是矿石，你有看到吗？它这里，这个就是它的结构性矿脉。那你们再搬搬看。哎呦，哦，这个有。很沉吧？很。哦，这个很沉。哦。感受得到那个差异了吧？哦。所以这个好东西吗？好东西，好东西。充功起来。好东西要充功。哦。反正它有颜色。风好大。哦，这个好重哦。哦，好。喂，搬那么大颗当然重，不然呢？我找大颗的，当然都重。哦，这个好像蛮沉的，是吗？这一颗蛮沉的。有啊，这就刚刚那。对啊，这个有啊，这个跟我感觉一样，好东西啊。哦，我们等一下把石头带下去吗？开心，还要带回去啊？哎呀，我捡到宝了，你人给。哎，你看我这两块怎么样？这两块可以。抱歉。天哪。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。我这颗应该可以做一条链吧。哦，有这一块不见了，哦，这一块对，好，试试它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现宝了！发现宝了！发现宝了！这是什么盘子啊？这个是以前的铸铁盘，矿工专门在探金用的。那像这个也是，就是以前他们在取 sample 用的铁锤，矿工叫做 sambolu。sambolu。对，日文哦。对，日文。这时候我会讲一两句日文。寒いです。啊，寒い。这就是我们九份的东北季风。哦，悲情神似。原来找金这么辛苦的。对啊，找金是很辛苦的。还是去吃海鲜好了。对，你们刚看了这么多的石头，要从里面分辨出金哪一颗是金矿，其实就已经非常的困难。可是好像风好大，对，我蹲都蹲不住，别再追了，拜托。我们在找什么？我们在找，等一下哦。我们在找一个信仰。有吗？什么会比较轻？沙
石比较轻，黄金比较重，矿物比较重。你再冲它就没了啊！没有没有，就是要把它的颜色洗干净啊。哦，你看到沙子了吧？那有金吗？我们要找一下哦，等我一下。找多少东西出来啊？所以看我们就随便一条什么几两、几钱的那个，要挖多少的矿才有一点点金子？像这个就没有矿物啊，你看它就是沙子而已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失望，没有不同的，撒一点金。它这里就是一个沙子而已。好。My crew is the business while I'm turn up and turn up if you with this. I don't remember working time, my dudes is all turned. 我觉得你今天找不到，你今天会回去会被你阿公洗。我也觉得阿公可能晚上会来找我。吃不，我吃不垮。我们把粗的滤掉哦。好冷啊！有机会哦，哎呦，有光哦，有反光哦。有有有哦。大家都眼花了，我们三个真的很像乌鸦，而且一直跟着叫的。有，所以你们今天要回家了？不，也不是，没有这么说。我们现在真的很认真的陪你在对的体验，我觉得你很辛苦，很希望你可以快一点找到。他就是我们不断的尝试啊，矿工其实就是这样啊，在山里面找矿石，不断的尝试，然后呢，他可能这一次有得到黄金，但是也不一定会有，所以他们就会一直不断的透过这样的方式。其实矿工的工作蛮平衡的，他在这里磨很有耐心，没磨到就很不爽，就把他的锤子拿起来打。也是，是就一定要打到油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哇，哦有啊，有一颗黄色的，看吗？没有那个的话，你是说是吗？可以后置。导演，对不起，男一那个台词没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好了。台词没背好，台词没背好。其实是可以看得到一些的铁质在里面，有，就是能够采到的矿石。其实它的黄金含量都已经很高了。那个黄色。一闪。啊，对，有哦，亮晶晶，那是气泡吗？没有，它这就是一点点的铁质啊，它没有铁质在里面。而且我们刚刚说的愚人金嘛。那我们呢，已经感受过我们矿工的辛劳了。是。接下来的话，因为我们呢，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景观嘛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让大家一起拍照。把这个石头呢，不是拍照，把石头回复到原位，然后带走石头。回复，我们没有带走啊。刚刚在哪里？哇！哇！我刚这一块在下面。哇！你在哪里搬？我在楼下搬的。哇！我根本不记得。谁记得？哎呦喂啊！那就这里了。我希望他今天在这个位置。这个风大到石头都会滚动，它自己会在滚乱滚的。这个风太大。非常多哦，那这个是已经是绝无仅有了哈，就是用一块真的就是少一块啊。我们呢，接下来就来体验怎么样把石头变成黄金。好，我们的工具是什么呢？对，首先的话呢，我们呢要处理黄金的话，先分三个步骤。第一个的话，我们要先敲碎，再来研磨，然后最后再做淘洗的部分。那呢，我们做敲碎的话，就是用这个工具，我们叫做金杵臼。金杵臼，这个是我刚刚先啊 ，OK， 蹲着就不要这个旁边的矿石放进，是，然后在敲的时候，因为它很硬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直接这样敲，力量会在你的手上，敲没两下手就受伤了，所以我们借力使力的话是像这个，对，用它的这个本身的重量加速度，然后呢，
放下去的时候手就要放了，手就要放，不然的话你这个还拿着的话，会不会喷出来这一块里面也是黄金？会啊会啊，像这样子会喷出来的状况就代表呢，它已经要先过滤了，它里面有一些石头已经变小了，所以呢他们会用这个来做筛选的方法。筛选很简单，我们把它放过来，然后你看这个都是矿工他们呢土法炼钢自己用钉子钉的，然后呢把它放进来过筛，要过筛，掉得下去的到下个步骤，掉不下去来就拿回来继续烧。好，那这个比较大的，你再拿回来，再重复刚刚的动作。Add, subtract, divide, multiply, and every time we do this, we never ever fail to satisfy. Tell you how we do it, and you better listen to it. It's something you.的一个独特的炼金工具，这个是以前的矿工他们经过一次一次的测试才找出来现在这个比例。以前买这样的一个槽子要多少钱？要一两黄金哦。一两黄金，一两很多哎。多啊，这个是一两黄金算多。这个是块木，块木做的。一两黄金现在市价多少？一两黄金现在市价五万。五万哦。对啊。刚刚呢，我们磨好的放进来，来选一下，黄金是软的。它不会碎掉，它只是会扁掉而已。所以在筛选的过程里面，其实就可以把我们大块的这个块金打成的晶片先剪起来，它才会有这个筛选的动作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再去洗黄金。在洗黄金之前，稍微摇晃一下哦，黄金比较重，所以你摇一摇，让黄金沉淀。可是这样水一冲，它也不是跟着就下来。对，这个的话就要靠技巧了。好，技巧。然后我们让它慢慢的、慢慢的把它水倒掉，水比较快哦，水快一定会把黄金带进。好的，找一个喜欢的位置洗黄金哦。洗黄金很简单，像这个样子左右摇晃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摇晃哦？因为要让它的比重原理发挥。黄金比较重嘛，所以它会跑得怎么样？比较慢。那沙子比较轻啊，就会跑得比较快。所以你等一下看很好玩哦，黄金永远都会跑在沙子后面。有看到吗？哎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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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真的比较金，哎，真的耶！这不是刚刚的那个愚人金，这不是愚人金在下面。我们刚刚说我们是用重量，所以你的眼睛是看得到重量的。黄金最重，所以在后面。那愚人金是土嘛，所以它比沙子再重，所以它会在第二名。接下来这边有没有？这是沙子，所以它是有重量可以看得到的。以前就是用这么简单的原理就可以把黄金取出来。第一次叫沙多金少啊，这些沙子都还在，所以我们要先把它过滤掉，再摇一次，黄金会更多。其实我们这个比较掏金啊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以前是一直重复这个动作，所以台湾话我们比较掏金，我们叫做勤勤丁嘛。勤是什么意思？勤是聚少成多的意思。那以前的话就是经过这样一次一次重复的动作，慢慢的把黄金聚少成多起来。九份大概有80年的产业历史，出产了70万两个黄金哦。70万换算成现在的价钱，大概就是345亿。嗯，要去上面搭帐篷吗？听到有改变心意了，就住在上面，24小时一直敲。有没有看到这个黄金跟刚比起来，就是多很多啦？所以这样，后面这样一个鱼，等一下都是黄金。等一下，这个是鱼金，对，这个是黄金，对。哦，上面对有就分开了，很多，而且颜色是有差的。这个都算少啊，以前呢洗出来一整片像照片一样，这么多的哇，没错。然后一整天拿下来刚好这样一整碗的黄金，那当然现在就没有了，就不能像摄影师这样咳嗽，一拿起来就吹走了，就不见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把黄金拿起来，用手抓抓不起来，它跟沙子一样，所以我们是用这个一个小铁片，然后像这个样子有没有？来三二一。有没有？来一次哦，来三二一。好，确认一下，黄金都在碗里面了。哇，好酷哦！
完就是你们刚刚三个人累积下来的成果了。嗯、看起来不错啊，这样有两块吗？这样子应该有几千块啦。真假的？哇！欸、买帐篷了，快点搭帐篷了，来吧，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。今天这样辛劳的一整天，是，所以我们要吃个点心，对不对？点心好。接下来就到巷弄里面去吃呢。一般大家不知道的阿嬷手工超贵，它已经30元。哇，这一定好吃，一定要试试看。那看了我们节目，打游客就知道。不管，我们先吃为快，先去试看。耶，走，那我们就 Go。来。包住阿妈，你好，阿妈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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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包住阿妈，精神佳哦，气血全哦，你一定是逐天背楼梯的原因对不？我逐天背楼梯，身体好哈，运动，七八十年啊，七十几年，哇，你看起来敢那30几岁呢，哎呀，年轻，欢喜个一个，这下咱今麦要包炒粿哦，包这炒粿，这是内底是包菜脯，菜脯也冇红豆的啦。啊，菜包米哦，萝卜丝的啦，萝卜丝，好吃好吃，啊，冇有关那个红豆啦。啊，那个点起来了啊！像我们小朋友啊，哈，我们都吃这个干的，好香哦，好香啊！这是萝卜丝嘛，萝卜丝，哇，好香哦！这个都煮，那个猪肉自己煮的啦。猪肉啊，自己煎的哦。台湾国语啊，台湾国语啊。没有，你也在高工台语无？我也要讲啊。你台语嘛要讲一讲嘛，对啊，啊是要包吗？我们我以为是我们要吃哎，哦哎，这个热的哎，热的很舒服的嘞。那是限购吗？够还是太多？没有关系的，没有，阿妈人搞没有关系，自己做自己吃，没有关系的。啊，你拽人呀哟。啊，还佫有无？无，安尼。我后边还有一两百个。后边佫一两百。我啦，开玩笑啦。我才120个啊，阮拽拽。怎么包？这样捏起来吗？对，捏起来。还有延展性，你就把它拉开，拉出来。我好撩。你好撩。我也好撩。哎，也好撩。好撩。这样包。安尼会使无？会啦。对呢，嘛。伊袂开啦吼，你甲顶起伊就袂开去啊。要圆圆的。哎，你还。这蛮漂亮的哦。啊！你起码够咧，够做咧做行李无？有啦，我嘛是要够做咧。有人哦，爱行下来才找有你哦。嘿啦嘿啦，今仔日去买洗金嘛？有呀，啊洗有无？给你摊不了清的，来。摊不了清啊？哎呀，哦，真好。公公要来搭帐篷去山顶住，大刚来。山顶有啦。哎，大刚讲一寡看卖，看有无？看有啊。啊，我少年的时嘛，有拢有伫做金嘛？有吗？年轻的时候也。年轻人嘛有对无？嘿，少年的时阵拢有。哦，啊！你著住细细汉著住家，出世著住你家。啊！你出世著住你家。哎呀，你也算原住民吼，九份的原住民，对不？对不？我讲较早家是毋足侪金仔店，较早足侪啊，足侪金仔店。啊有比外口较俗无？伊迄是刷金啦。哦。刷金，伊迄现做个吼。伊是卖吼，比如讲大盘、大盘商那种的哦。啊，伊个软骨皮生，伊才会变水。会，对哦。阿妈，你唔是够乌龟壳？是啊，无。乌龟壳汤。哦。乌龟壳足香诶。我们这两天跟芋头很有缘，我们那天大概削了几十颗的芋头吧。张安有梦到偶尔，因为削太多颗。原料本来就是甜甜的，很好吃。哎，皮有一点甜甜，皮有一点甜，要我给我一小口。来，这样吃一小半，可以这样。那我想要再包一个小的，好吃哦，而且很 Q。嗯，好 Q 哦。对，很 Q。你用什么米？用糯米。糯米，但是用自己 A 哦。啊，拢自己 A。另外，你有欠人的在口难。有帅哥呀。没有，是不是你有叫人来？我就好做的。那其实也都是因为都是我看到机器，我才敢这么讲，不是用手工要捣米，真的里面有馅的，它炸哦，它那个酒糊啊，酒糊啊，对啊，啊，要安尼无一款的，哦，这样子蛮多颗的，很多，那这个是什么回事？特小的跟那个迷你的。我有点流口水了，有点流口水，那迫不及待，赶快吃。所以它就是要吃你的迷你，它就是冷的话，它也可以，还要再加热嘛，冷了更就不用加热就对了。我的萝卜丝好香哦，好香哦，香。我可以单吃萝卜丝，一碗稀饭我可以吃这一桶，这锅没问题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妈的，手工的。
对，这真的配稀饭太搭了，好好吃啊！啊，这我可以挑起锤肉来哦，锤肉来。我说它里面这个就是芋泥块，哦，对，然后这也是也会买起主力走的，哎，买主力，哎，再加不？对的，哎呀，一条三个人，好啊，那这个比较长的。哦，又是芋头耶，可以。哦，香不香？嗯，香，好香。哦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哦，你看调味，阿妈你就搞调味，真好吃，很好吃哦。阿妈那里有一个招，你刚有洗手吗？阿妈用这个，它是这样吧？哦，反过来抓的啊。哇，观察细微，跳。但这里又。那你也在做你的文工啊？可以。爱过两个男的。对，好好吃，这个好好吃，还要再吃一根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这里还有啊，这里。对，赶快先放到包包里，不要拿出来，跟那个黄金塞在口袋里一样意思。黄金塞多少？啊，对。这回塞工。太赞了。嗯。今天来这个郊区酒酒馆，体验了矿工的工作嘛，对，也体验了超级嘛，对不对？也体验了矿工休闲吃的点心嘛，没错，好多挑。矿工还有一个晚上最重要的休闲，没错。矿工晚上才不是要早起要早睡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咱哦，我今麦要传去饮酒，咱较早早晚咧健康了，都爱去饮酒对不？所以咱今麦来体验，暗时啊专心思，日时啊专去食。就是他的意思，就是谚语的意思。伊即摆日时啊，做工课拢爱穿较旧的衫。阿妈意思说，以前的早期的矿工，白天都很像乞丐，因为穿的破破烂烂去工作，可是晚上回来要喝酒，就会穿的很好，这样子，很正式这样子。晚上就变绅士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去。我们要变绅士，哎，可以吗？这体验可以吗？这体验可以，很好，谢谢。谢谢阿妈。下天再说好就好。耶，谢谢阿妈，谢谢宝珠阿妈，谢谢。要去喝酒啊，这样。孩子，坐回来哦。好，再坐回来，坐回来。来，平底买菜，然后要给你。谢谢哦，谢谢宝珠阿妈，辛苦，谢谢。除了黄金桌之外呢，再来就是酒家也非常多，因为矿工他们晚上的休闲就是到这个酒家来喝酒。哦，那所以呢，今天就要特地带大家来这边来品尝一下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啊！以矿为主题，这应该是两天一夜你最擅长的一项技能了，是吧？有哎，老板娘哦，哎，你好，哎，老板娘你好。来，今天就是我们的 menu， 你看一下。这怎么好意思？都没开口 ，menu 直接上来是吗？真的。台湾的原创调酒为主，那我跟你们介绍几款比较。什么叫原创？就是我们自己调配出来的。有台湾的精神是吗？台湾精神哦，台湾在地的一些材料。是，对，酒名都很特别。这第一个什么？矿工尬意哎，九份冰茶。对，九份早期台湾是以采金矿闻名的。是，对。那工人他们在采矿的时候都会喝一款提升饮料，叫宝利达。好奇啦，知道，好奇啦，对啊，那我们这款宝利达你也可以哈，是经典的调酒长岛冰茶，对，然后调出一种就是酒分特有的味道，宝利达加长岛冰茶。对，哦，这蛮有创意的，你们可以喝喝看，这感觉应该会不错。好，好，不错。你忽然变得不太废话了，好，可以，好。哇，我这样然后还有什么？看到凤梨酥三个关键字，阿妈酒跟凤梨酥有什么关系？就是观光客很喜欢买凤梨酥当伴手礼，对，那我们就以那个莱姆酒为基酒，然后就是加冬瓜茶跟凤梨调配出就是吃凤梨酥的那个凤梨酥，对，是喝的。对，就像凤梨酥的味道一样。凤梨酥是用凤梨跟什么冬瓜，对啊，这两个原料。对，哦，那我们把它做成一款调酒。是，哇，都很特别。那我跟你讲，老板娘就不然这样，就这样的，就这个有没有？我手点到的这些吗？好，这些都来三杯。对，都来各来各一杯。太过分，今天喝到饱。因为我看你们这边的 view 很漂亮，那你们有户外的地方吗？有，楼上有。景观座位区，哦，太棒了，浪漫。好，走，其实浪漫。对，我们对，就从这边旋转楼梯上去吗？走，哇，哎，小心走啊，小心走，漂亮，气氛超好。
值得一提的是后面这片美景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。对，但你们的景好像比我的好，因为你们的景有我。他因为他只能看到山景了，他只能看到山景，他只能看到山景。然后来这边看夜景，喝着调酒，哦，浪漫，哇，真的很浪漫嘞。那今天有点太冷，这个地方真的我们都喝冰的，好冷，好冷哦。但它刚里面气氛也是很漂亮，很舒服。里面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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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很棒。我们还有饭哦，好，饭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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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聊，吃个饭慢慢聊，慢慢聊。录我们节目蛮累的，其实真的很开心，很爽，真的哦，嗯。真的可以，你真的也很少很少这样子。我很少上节目了，嗯嗯，然后真的上节目又可以体验人生，对，体验生活，体验这种生活真的是。然后觉得你体力不错啊，嗯，还行。今天的行程我蛮惊讶，我没有想到，好像我忽略，我知道，但我完全忽略这个，就是台湾有矿工，最主要是去户外矿场。哦，对，嗯，其实那条山路。不常有人走，应该是大家不知道怎么上去吧？对，嗯，我已经忘掉那个辛苦的过程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想到很甜蜜的过程，真的，因为我忘记我们刚才有爬山的那个过程。哦，现在又回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我其实已经忘记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最难熬的是在那边敲石头，然后。根本不知道敲下来的是什么，然后磨半天，在那里磨加，然后一直吹风，上面真的很冷，冷到耳朵都痛。你那个下次就是之后在演艺圈工作，你有遇到朋友，一定要说我们这节目又轻松又好玩。好玩哦，对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哎，你要说又轻松，轻松呀，讲不出口的，讲不出口啊，又轻松又好玩，又好多吃的，是，好多玩的，吃的不让人家失望，真的，吃的不让人家失望。我来之前大了什么？这节目很辛苦哦，你自己要撑着，很辛苦。你跟谁说的？就是身边的。说哪一位参加过的？说的，我们数得出来，数得出来。嗯，我想说很辛苦，嗯，应该也还好。对，结果你觉得呢？还可以吗？可以，还可以啦啊。你比较难忘的是什么？这两天？我觉得山药比较难忘吧。山药，对，对我完全不知道山药是这样子长的，而且在挖的时候真的是，哇。怎么样？我很想说，因为我在吃东西不敢去想太深入，就有泥鳅啊什么的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他种完一年，他要拔出来，然后就换个地方种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，我觉得都是时间累积的智慧。嗯，对，这个其实是我在这里最珍惜的，就是学到这种知识。这是我你说每一次出来，对啊，每次出来都是学到这种知识，而且都是传承下来的，或者是以前就发明的知识，所以我每次学都觉得好不可思议哦。我也是对山药比较有印象哈，因为这是我这辈子吃了真的好多山药的一天，好吃，好吃，肠胃又好一点。那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没有谢谢你，我来，真的很谢谢你，真的很谢谢，谢谢，又一次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那我真的很谢谢你啊，你有很好的气质，然后有很好的体力，跟着我们一起冒险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